什么呢？这就是黑头发的脸呐！打败你这不是天职，是无邪。冲击动力，战斗力，你比一总一点不值得好。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我们哥俩呀是春晚舞台的新面孔，第一次来，所以大家可能对我们不是特别的熟悉，根本就没人认识。介绍一下不就认识了吗？你说一说，我叫李银飞，我叫李丁，你嚷嚷什么？不是，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，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。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？那行啊。别嚷嚷了，我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。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。但是啊，要是这个点儿，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，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。说得对。因为这个点儿，不看春晚的啊，不是睡觉了，就是放炮去。对，不过呢，为了呀，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，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。这我知道，你知道？我知道。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？那我这环保意识，那我得拒绝他呀。我考验考验你。来呀，来一回。哎，过年了，李丁，走放炮去。好，走吧。不说拒绝吗？不是，我挺喜欢放炮的。哎呦，怎么喜欢放炮？那不行，你的环保意识呢？拒绝啊。对对，还得拒绝。拒绝。过年了，李丁，走放炮去。拒绝你。太生硬了，找个理由吧，总得，还得找个理由，找个理由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过年了，李店走放炮去。不去。为什么呀？你认错人了。回来。我们一场搭档，我认错人了，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？这么麻烦了，你。过年了，李丁走放炮去。你别放炮，为了自然环境，咱少放炮。哎呀，这理由合理。看看春晚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李银飞、李丁的相声，他们俩出来了。要不还是放炮去吧？嗨，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！别老惦记着放炮去。是是是。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。说什么？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。没错，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。哎，我考考你啊，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，这算什么垃圾？我知道，老知道，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。不，那个，错了错了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。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！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，你这撂下！你们家墙都黑了，你知道吗？嘟嘟嘟放炮啊！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？是啊，我那意思啊，按照可回收垃圾、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，这算什么垃圾？这属于可回收垃圾。还真知道啊！当然知道。问点别的呢？别的也知道。废电池什么垃圾？有害垃圾。旧铁桶，可回收的。小电灯泡，有害的。原玻璃片，可回收的。开关，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。垃圾分类嘛，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。你这那么较真儿呢？你怎么、不是我较真儿，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。是吗？你比如说啊，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，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。这我知道，老知道，绿色出行嘛。
这难怪他知道啊。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，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。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。得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过誉了过誉了过誉了。一路还唱的吗？谁呀谁呀，拉草花呢？哎呀，少侠饶命。怎么了？骑青海过年去？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？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？这怎么了？这我骑一年骑不到啊。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，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。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。那还差不多，对吧？啊，当然了啊，再远一点的路呢，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。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，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。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。哎，公交好，公交好。对，节能减排，没错，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。是这样。鸟巢，哎呦嚯，真好看。鸟巢，嗯，你看呐，鸟巢，你快看呐！哎，不是，你老这么看鸟巢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？我想的也太多了，我也啊，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？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吗？哦，那倒是，这叫节能减排，是构建节约型社会。你还知道？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啊，也是这个理念哦。大家点餐的时候啊，你要是点了鲤鱼、鲈鱼、鲢鱼、鲶鱼、卤肉、卤鹿肉、卤驴肉、卤鱼肉，你就得注意了，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。我没这么说呀，谁这么点餐呢？服务员啊，我要鲤鱼、鲈鱼、鲢鱼、卤鲤鱼、卤鲈鱼、卤鲢鱼、卤鲈鱼、卤肉。我看你那个牙，我什么都不想吃了。收起来吧，我告诉你，少点大鱼大肉。哦，这避免浪费。是是是，日常生活得注意啊，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。这我知。我也知道，你说就完了吗？我知道，我对象不知道啊。人家说了，说这个结婚呢，一辈子就这一次，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，弄得我没招没招的。那是你对象没跟我。什么叫没跟你啊？不是，没跟我见着面呢。见着面呢？我就把他劝好了。教教我，记住四个字啊，光盘行动。哦。亲爱的，老公，哎，要光盘吗？不要。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？大哥要盘吗？都这样了是吗？不是，你不是光盘行动吗？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？不是卖光盘的行动。你早说呀！亲爱的，讨厌，谁是你亲爱的？跟你商量商量，嗯，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？想减就减啊！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。你想减就减呐，真烦人！怎么了？不开心呢？哼！生气了？没生气。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，还没生气呢。不是，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？我平时铺张浪费吗？你别提平时啊，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。那人家都说了，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，一件儿。那句话是，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儿衣服，衣柜，你野心不小啊你啊！我就缺一件衣服，你买那是一件吗？怎么了？换季你得买衣服吧？发工资得买衣服吧？心情好得买衣服吧，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，谁把你气迷心拔了？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，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，瘦了得买衣服，胖了得买衣服，冷了得买衣服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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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说我胖了？不是，我哪儿胖了？你告诉我。不是媳妇儿，我没说你胖了，我说别的女人胖了。好啊，你还敢看别的女人？不是媳妇儿，你别生气，别碰我，你别过分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
我不是看你温柔、聪明、善良、贤惠，眼睛大，皮肤好，身材有致，穿什么衣服都得体，我早就跟你分手了。噗呲！我太机智了，哥，只要哄乐了就好办。这媳妇儿，我劝劝你啊，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，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。你少点一个贵菜，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；你少买一件新衣裳，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。咱们省下这个钱来，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，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，这样不好吗？老公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又来了！对不起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铺张浪费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，你就是撒个娇，我哄一下这就好了。行行行，媳妇啊，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大过年的，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，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。看电视什么节目了？哎，你看，你看啊，李云飞、李丁的相声，他们俩出来了。还是放炮去吧，又放炮去了。为什么呢？没准就是飞龙半个脸的。打败你这不是天职，是无形。公鸡懂大豆鸡懂电，你比一总一点不值得好。走吧，走吧，大家啊，回家吃饭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改天再来跳啊，哎、好吗？走走走走、哎，谢谢你们，哎、大家谢谢你们，改天再来跳啊。哎、我求求谢谢大家啊，再见，哎、再见，大爷，辛苦了。哎，你想干啥呢？啊，我在这个地方排练节目，准备欢送铁路施工队。你喊啥呢？老板，铁路放炮，咣！咱们的奶牛好几天不下奶了，你还在这个地方唱歌跳舞，哎，你不着急吗？我着急有什么用？我能下奶吗？我去挤奶去。老板，不能再挤了。为啥？奶牛疼得哞哞叫的呢。哎呀，那怎么会疼呢？使劲挤你，你不疼吗？哎呀，哦，疼呢啊！啊，哦，古尔班，喂，哎哎，哇，那怎么了？哎呦，又来要债来了，又来要债来了！啊，老板发火车对你掩护啊！哎哎哎，老板，古尔班，哎，哎古里，哎，哎古，古尔班，哎古，哎古里，喂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你是越来越漂亮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行了，还好久不见呢，昨天还见了呢。哎，昨天见了吗？这不见了，前天也见了。我知道呢。还钱？还什么钱？耶，欠条上可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在我那儿订了好几天的羊奶，一共10000，你想赖账啊？我赖账？不可能，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啊？大爷，他的钱我没给他吗？没给，我的工资也该给了。
哎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你阿姨桂林，哎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库尔班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啊，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？我太了解你了，就是别人讨厌你伸手，别人请客你喝酒，掏钱的时候你拔腿就走，桌上还剩一只羊腿，你说拿回家喂狗，到你家一看狗吗？没有，你在那啃着呢。哎呀。阿姨姑娘，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啊？我能跟狗抢吃的吗？那不可能。就是嘛，你也抢不过他呀。我去这家送来去啊！啊，我送来去。我送来去，送来去，去。我回来。阿姨姑娘，请坐。哎呀，阿姨姑娘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啊。这些天嘛，我奶牛惊着了，不下奶了。等下了奶以后，再把钱给你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，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。太好了，正好我老婆子也不在家。库尔班大哥，喂，怎么了？哎呀，那个铁路上的张会计来了。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？什么呀？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，给我送钱的。送钱？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，一姑娘。别人送钱你都不要，你脑袋进奶了吗？欠我的钱怎么办？你库尔班大哥在家吗？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是我家的银行卡，拿走。喂，密码。想知道密码吗？当然。太好了，来。怎么？哎，那你给我帮个忙。什么忙？一会儿张会计来了，你就说这个钱保险公司给了，不用太管了。那这个保险公司在哪？哎，这个保险公司，哎，你就是个保险公司吗？我不是保险公司的。哎呀，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不行吗？哎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哎，这个密码你要不要？要。要你就藏起来，我喊你再出来。好，我藏起来。去。喂，大家好。今天呀，我不能陪你在董大大了。哎，董大大，我就十分钟时间，说完话马上我就得赶回去。那就不用说了，赶回去吧。好嘞，谢谢啊。耶，哎，我话还没说呢。哦，你没说吗？啊，没说呢，你坐下来说吧。坐。哎，来，你也坐。张会计，哎，你好。哎呀，谭燕，哎呀，哎，谭燕啊，你看这么长时间了。一直是你牵着小毛驴给我们工地上送奶，辛苦了啊！我不辛苦，他辛苦。对，小毛驴给张会计鞠躬啊！呀，神了，还没鞠躬呢！再来一个鞠躬！哎呀，这小毛驴太可爱了！来，咱俩握握手。他不呀！神了！行了，哎呀，把小毛驴拴好啊！好的，再烧点水果上来啊！好，上去吧！哎，来，张会计，你坐。哎呦，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哎，是啊，不是吧，大哥？啊，哎，你说真对不起了。是啊，我们在这修建隔库铁路，对，开山放炮打隧道，没想到这炮声一响。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，不下奶了，给您造成了损失。喂，谁说的？哎呀，没有的事情，没有的事情。啊？哎呀，你们这个炮响得好得很。哎，我奶牛高兴得很。哎，这个奶都不用挤了。你们哐的响一炮，哗的一桶奶；哐哐响两炮，哗哗两桶奶。我耶，这个牛奶多得很，多得很啊！哎呀，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的吗？您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着的，就是嘛。但是这两天您给我们送的全是羊奶。对呀，我下的嘛。哦，你下的？是谁下的？我奶牛下的嘛。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？哎呀，是奶牛了。哎，谢谢。张会计，那好。哎呀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张会计说一下，这个奶牛怎么下的羊奶？好的，老板。张会计，哎，这个奶牛吗？啊，下什么奶？羊奶。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？哎呀，能不能下？下不了扣工资。下，马上下。张会计，你养过牛吗？哦，牛我没养过。哎呀，那就好办了。
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张会计啊，啊，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啊，完全取决于喂什么样的饲料。饲料啊，对吗？啊，你给他喂点羊饲料啊，化羊奶；你给他喂点水果，化果奶；你给他喂点大豆，化豆奶；你给他喂点醋，化酸奶。哎呀，哎，我说咱别编了，行吗？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，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。我们经过核算，您的损失大概是10000块钱，我给您拿补偿款啊！哎哎哎，张会计，哎呀，这个钱不用你给了啊！哎，有人要赔了，谁给你赔啊？哎，保险公司。保险公司，欢迎保险公司来了。哎，当当咚当咚当当咚当咚当当咚当咚当当。保险公司，欢迎光临保险公司。哎，进来去上。职业太能编了，张会计。嗯。哎，保险公司。你好，保险公司。啊？你是保险公司？我是保险。不是班啊，保险公司听说你惊着了，不下奶了？对，我不下奶。哦，我下什么奶嘛？我奶牛惊着了，不下奶了。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嘛？哎呀，你看这个保险公司把我赔下来了。哎呀，谢谢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，不错，非常好啊。啊，这个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。你俩先别客气啊，妹子来，我问问你啊，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？人寿保险。奶牛，啊，对呀，哎，我快班是人，奶牛是兽，人寿保险嘛，哎，对嘛，对嘛，哎呀，那快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？保啥？保额。啊嗨，他保的是牛，不是鹅，他们家不养鹅。你也是。行了行了，保险公司，你不要说话，你坐下吧你。哎，张会计，你请坐。哎呀呀，来抓紧吧。好好，我们抓紧时间，来来来，你坐下。哎呀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行第二项了。第二项啊，那保险公司给钱吧。好嘞。哎呀，我没带钱。哎，他没带钱，你看这，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？哎，我是过来要钱的，我带什么钱吗？哎呀，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？卡。哎，给。哎呀，我的卡又回来了，妈呀，保险公司给卡了。行了，保险公司啊，你走吧。好的，我走了，伙伴们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张会计啊，现在他保险公司干什么？哎，这个蓦然回首，保险公司还没走，钱没到手，我不能走。哎呀，这个钱没到手，你先走嘛，我后面再想办法。哎，我那你上不忙不做了。他根本就不是保险公司的。不是，他你是奶羊厂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新疆修铁路快2年了，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。满全带满全带满全带牛卡拉，羊可以，大哥阿嘎，妹子 slim， 大家好，亚克西姆，满全带满全带完了。库尔巴阿嘎，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，我没时间了，我得赶回去了，味儿还回不来了。来，拿着。哎呀，张会计啊，这都是小事儿嘛，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儿，我们领导说的，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，我老婆说的。你老捆吧，哥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。再见。哎，张会计，张会计，我有事儿，我得出发了。哎，这个钱不对。喂，怎么不对？10000正好。把钱给吧，给吧，给吧。大哥，给了。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，那咱再好好算算，差多少，我再补给您。哎，你非要算一算吗？那咱得算清楚了啊。好，今天我库尔班就给你好好的算一算。沙暴中，你们用胸膛为我们牧民筑起了挡风墙。风雪中，你们保护了我们的牛和羊；地震中，你们救过我们的命；震后给我们盖了抗震安居房。我受伤的时候，是你们汉族兄弟为我输的血；我库尔班身上流着我们汉族兄弟的血。可是我到现在，
我都不知道这个汉子兄弟是谁啊！你算算，我坤儿这条命值多少钱呢？坤儿大哥啊，你看您说的，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？那咱各民族兄弟就像石榴籽一样，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。说的对吗？啊，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，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？他要是亲兄弟，他得明算账。哎呀，郭班大哥，我们上级有规定，凡是因为施工给群众造成了损失，那必须得赔偿的。你们上级有规定啊，我们为王族有规矩，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，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。杨谢郭班。欠我一万，哎呦啊，你姑娘，那个钱我会给你，赶快去给他赔偿一万，这不一万吗？好，欠条。杨奶的钱我不要了，我们之间不就平账了吗？啊，对吗？平账了吗？不是，当当，这两回事儿。一百块钱你拿上，当当当当当，哎呀，你呀你走吧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哎呀，坏了，你怎么了？你也惊着了吗？我什么惊着了呀？我这光顾说话了，这工地上还有事儿呢，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张会计，张会计，你不要着急，我这地方驴车有呢，我的驴跑得快的，我给你套个驴车。太好了！哎，太爷，太爷，来，走走走，哎，这是人，奶牛下什么奶？驴奶吗？你养过驴吗？哎呀呀呀，是垃圾吧？怎么了？套驴车去了，人家都知道了。妹子，哎，那个库尔班大哥给我们送的羊奶是不是从你这儿进的？是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羊奶简直太难了。啥？太好喝了。哦，好，那以后我直接从你这儿订羊奶不就完了吗？没问题。那你拿着，这是以后的定金，保证供应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张会计，哎，库尔班还要送你。我是开着吉普车来的。何是耶，张会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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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张会计人呢？行了行了，上当了，人家开着吉普车过来的，走了。哎，姑娘，怎么？老板把钱给你了？什么老板？张会计给的。下一回直接从我这订羊奶，定金。喂，哎，姑娘，哎，你这个脑袋进来了吗？妈呢？他们隧道打通了，到下一个点去了，走了。那这个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赶快抄近路追呀！好，乡亲们。不是天子，是无形。通缉动物战斗系统，你比一走一点儿不得好。喂喂喂喂喂喂！哎呀，哎呀，别退货呀，亲呐！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？哎呀，喂喂，那都是一场误会。你放心，亲。喂喂喂，那个我保证，亲。喂喂喂，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儿啊？今天我非把它消了不可。202就是这家。来什么？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？道什么歉呢？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，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。5年前的事儿你怎么还记得呀？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？你擦擦不就行了吗？我开的是敞篷车。
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，这么一刮，抹的那叫一个均匀。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。什么？我那三蹦子是你撞的？这三蹦子是你的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怎么不在上面呢？我找这元凶整整找了5年了，没想到原来是你。哎，你说你讨厌不讨厌？我讨厌啊。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，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，中午练霹雳舞，晚上敲架子鼓，生命不息，你是扰民不止啊！我都纳了闷了，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。哎，我办架子鼓培训班，这不算正经工作吗？哎呀，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，那人还是你媳妇儿。哎，我还唱歌呢。哎呀，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。哎，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。哎呀，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不是找你呢，我走错门了，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削差评的。什么差评啊？网购上的差评，打电话他不接，发短信他不回，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。哼，再见。不，再也不见。留步。不留。我就是王铁塔。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？怎么了？大夫说我缺铁。那个大漂亮，对不起了啊，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，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。我要是不消呢？你要是不消的话，干嘛？用炮轰我呀？我哪敢轰你呀，你不轰我就不错了，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。哎呀，你看塔哥放一巴，铁大亲我马，怎么念的？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。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？这个我给你挂着啊。你别给我挂，你别给我挂，你别给我挂，你挂你挂，得，我这就算挂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大漂亮。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，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，那是灭顶之灾呀。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？小事儿。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，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？颜色错了可以换吗？换，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？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？我明明订条黄裙子，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？颜色错了可以换吗？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？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？我明明订条黄裙子。停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别绕，绕得我脑袋都疼。大漂亮，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，我给你们家干活，我干活我。切，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，我是阿拉丁啊。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。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，绿色的，下水它就掉色了。我刚游了半圈，就听岸上有人嘀咕：“嘿，瞧那大姐还游呢，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。”嘿。质量太差，应该给他差评。我善良，我忍了。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，声控的，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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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亮着，亮一夜吗？后来我换了个口令，他灭了。你喊的啥呀？老公，拔插销。太坑人了，给他差评。我善良，我又忍了。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，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，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？啊，去，不能再忍了。不忍我怎么办？给他差评。对，我就给了他差评。痛快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。那个大漂亮，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，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。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，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。谁老年？
老年轻，老年轻，上了岁数，小姑娘设计服装的。我还是老年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大漂亮，嗯，这还有几句话你念念，澄清一下。啊，麻烦了啊，麻烦了，来来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开始念。我是买家王铁塔，近日错把差评打，分不清楚紫和黄，只因我是大色盲。讲究，讲究人。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？摁绿的。摁绿的，你干嘛摁红的？只因我是大色盲。你是故意的，对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诚心的。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。那个喜马拉雅，嗯，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，我让你赶不上飞机，你信吗？比赛就在楼下，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当心我要你好看。那你多余了，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个态度，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，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。哎，嘿，耍无赖是不是？哈，成，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，我投诉你。能咋的？关你网店。哎呀，大漂亮啊，大漂亮，网店不能关呐。别走，你要关我就那个。你套袖掉了。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。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？你太乐观了吧，还惦记差评呢？啊，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。我也不投诉你了。太好了。我报警。别报警，别报警，我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蔡队长，真是，你们，哎呀，哎，小高主任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怎么了？我能不着急吗？您这衣服您热了？我这，我这，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？哦，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，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，结果送来的全都是XXXXXXXL号的，这一穿上，大妈全变大麻袋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大麻袋呀，怎么办？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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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回去，稳住大麻袋啊，稳住大妈们，我来想办法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一点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跟我老伴打电话。两个老伴儿。这个时候，老伴儿，这是我儿子，老伴儿，稍等一下啊，儿子，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，交给你妈。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，火速送到喜马拉雅，什么爬不上去啊，送到喜马拉雅小区。儿子，这事儿十万火急，老伴儿，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，快执行我的命令，搞定。嘿嘿嘿，电话通了吗？你初一呢吧？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！来来来，你赶紧坐下，坐下。干嘛？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。你会吗你？哎，我会吗？哟，还随身带着针线。嗯，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？啊，啥活都得会干。小心别扎着。我不怕扎。我怕你扎着我。哎呀，哼！就你这个人吧，你你哎哎。就你这个人呢，你哎哎哎，你这是放风筝呢？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这样不省事儿吗？哎，就你这智商，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。不止打包，我还打字呢，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。就你，打字特慢吧？想打个新年好。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。打字慢是次要的，关键总打错别字儿，闹出老多笑话了。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，我想说
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，结果打成了，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。这不逗着，我给你讲个逗的啊。有一回，一个老头为他老伴相中了一套衣服，他往银里没有钱了，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，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。这个也不逗着，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。还有一回啊，不是，我还没说呢，你笑什么呢？随时吻我。哎呀，这反应有时差呀，这反应。哎呀，哎呦，笑死我！不管怎么说，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，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以前是成天混日子，越混越没劲，现在呢啊，虽然真的很累，但累得非常充实。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，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。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。要谁这么讨厌呢？要我这么讨厌呢？哎呀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你，首先是我们的错误，我再次给你道歉。大漂亮，对不起了啊。活到付款。哎呀，火星的时差呀，这是蔡队长，太吓人了。蔡队长，哎呀，躲过一劫呀。怎么样、哎、太神奇了，咱们的服装都解决了啊。有一个阿姨呀、啊、送来了八套特别漂亮的礼服，这一穿上，大麻袋就变回大模特了。蔡队长您太厉害了。哦，不是我厉害，是他厉害。哟，这还有一人呢。嗯，小豆包，嗯，这个差评我给你消了，不光是为衣服，更重要的是为你这个人消差评，而且以后我给你网店免费当模特。太好了、哎、比赛马上就开始了，蔡队长、啊、快走。不是，要不要我陪你去啊？我的扇子拿。不是，我到时候我可以照顾、哎、那个不是那个我、哎、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老邻居在里边呢。哦，对对对、啊、我人呢？什么时候走的呀？哎呀，差评消了，鼻子肿了，等我一会儿。为什么呢？是背楼翻着脸的，打败你这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通缉董战斗手电，你比一总一撇不得好。举国欢庆过大年，家家户户庆团圆，今年过节不收礼，鼓掌的2015挣大钱。哎呀，财迷真多呀。哎呀，这天好冷啊。我的家在东北，我的家在东北，晃，哎呀，晃，松花江上啊，大豆高粱在那青山绿水。姐快冻死了。大妹子，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。哟，这还蹲着一位。谁蹲着了？我站着呢。我说，嗯，你们这儿出租车都哪儿去了？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。坏了坏了坏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，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，这可怎么办？着急吗？嗯，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？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。好啊，你车呢？这儿呢。啊，这是车呀，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。你黑车吧？我不是黑车，黑车要钱，我不要钱。你还想要点别的？不，你这人吧，你别解释了，别说是黑车，挖掘机我也得坐呀。哎，幸福大街你认识吗？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。过来干嘛？干嘛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看摄像头，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。别做鬼脸。我没做鬼脸。长得太惊悚了。
警察同志，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您就找他。不行，我还得找张照片，哎呀，我留个证据。哼，哎，人呢？还是我蹲下吧。拿行李。大妹子，照相可以啊，可别往网上发，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。想多了，小朋友。还我想多了，你想多了吧？我长得像坏人吗？啊，来，捆上。干什么？这是？系上安全带。捆成这样，我还能安全吗？你就将就点吧，大妹子，我这车是九手的，啊，别说安全带，就是四个轱辘都是后配的。哦，这车是用饭盒改的。我说，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？我不用。怕累脸吧？你呢？应该安一个宝宝椅。大妹子，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。坐稳了。车灯没亮。等一会儿。嗯。咋说亮了就行呗。哎呦，坐好了啊，我开始飙车了啊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。停。咋的了？我这咔咔累胸，你是咣咣撞脸呢。请问您有本吗？还有本吗？没本谁敢开车呀？你看第一天拿驾照，哎哎，还有二十分钟就第二天了，赶紧开车！哎，好。你行不行啊？什么行不行？赶紧推一把。什么？推一把！你这，我让你推车，你推我干嘛？你想得美！我下去，行李还在上边呢，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。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，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。是狗也是吉娃娃。哎，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？没出租了啊，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，有没有？交警队走吗？走，上车就走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涉嫌非法营运，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。不是，那警察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可不是黑车。你别说话。哎，这位女士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？我，你猜。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？他是我老伴儿。你老爸？什么老爸？老伴儿？不，二伴儿。哎呀，他要是你老伴儿，他叫啥名？姚明儿。哦，就他，这武德伟才，对，给，对呀，但是，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。你们俩真是两口子？真的真的，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，你看，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？你看，就是。还真是哈。哎，大姐，嗯，那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？你猜。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。太物质。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，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？因为那份坚不可摧、至死不渝、奋不顾身的同情。好人呐，姐，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。哎，那不对呀，那刚才他说什么？拉谁我也不拉你，上车就走了，这怎么个剧情呢？我们俩吵架了，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。因为啥吵架呀？
他嫌我长得难看，配不上他。大爷，你疯了吧？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？哎呀，我去，这叫什么辈儿啊？忘年恋不容易，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！哎，大爷，珍惜吧。大姐，对付吧。再见。哎呀，这个画面让我陶醉。再不躲开，我让你报废。那个什么，大妹子，就是刚才这事儿吧，说实话，谢谢你啊。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，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。恶心他妈，夸恶心，好恶心。着了，车灯又灭了。等一会儿，我下去。不用了啊。行啊，大妹子，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啊！赶紧开车。哎，好。你能不能开快一点？够快的了，我已经飙到20迈了。我遛狗都30迈。你放心，大妹子，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。怎么又躺下了？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？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。鸡娃娃，我不姓鸡。娃娃，开点暖风。对不起，暖风坏了。如果你冷的话，我可以把棉袄脱了给你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穿童装。大妹子，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，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。在深圳也不好过呀。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？就一个呀。停车。嗯。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？怎么又转回来了？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哎，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？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。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？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，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，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，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，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，出来加班坑人呐！我坑你什么了？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？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？嘿，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？不是我告诉你，有一辆车我绝不坐。嘿，出租车，出租车，等会儿，出租车，等会儿，停车，停。哎，大姐，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？这大过年的，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？我跟他不是两口子，他是黑车司机。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？这不是说的对呀，大姐，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。我这。你没事了，快走吧！哎，不行，走！大姐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回家再说啊！警察同志，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！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，太 happy 了！大妹子，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？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。那有啥呀？我都5年没见到我儿子了。你儿子抓起来了？我儿子在非洲。潜逃了？我儿子在非洲工作，年年说回来，年年也没回，整整5年了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。那叫空巢老人。我懂了。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黑车，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，
我今天特意出来，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，我练会儿车。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？都回家过年去了，我为什么不回家？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，我寻思啊，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，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，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。去机场？去机场？你来火车站干嘛？这不迷路了吗？能怪我吗？啊？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？大妹子，你有没有手机导航？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保证12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。如果送不到，我就是鸡娃娃。过年了，鸡师傅，反正我也来不及了，我陪你过个年吧。什么？你陪我过个年？哎呦我的妈，这心里多少有点小嗨的呢。大妹子还有酒。哎呀太好了，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呢。新年快乐大妹子。新年快乐大鸽子。好吧，我又改鸟了。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，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，干！哎，你没喝呀？我不会喝酒呀。那你让我干什么呢？我就是客气客气。不，你这一客气，我一瓶下去了。你电话？谁电话？你电话。我儿子来的电话。不接。儿子，春节快乐！什么意外惊喜啊？什么？你回来了？好，等着，老爸这就回家。我彻底回不去了，你干嘛非逼我喝酒？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就你那车技，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？那也不行啊。没关系，我来开，咱们接上两个孩子，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太好了，哎，大妹子，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？是。那你呢？也是。太 happy 了。太惊悚了！等会儿，大妹子快跑！那小警察又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等会儿我，快快快！哎，哎，我是来送饺子的，大爷、大姐，祝你们晚年幸福。为什么呢？没准就是背后半只脸的。你这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冲击动力，战斗系统，你比一总一撇不折后。什么样的奶啊，完全取决于喂什么样的饲料。饲料啊，对吗？啊，你给他喂点羊饲料啊，化羊奶；你给他喂点水果，化。果奶，你给他喂点大豆，花豆奶；你给他喂点醋，花酸奶。老公，拔插销，太坑人了，给他差评。我善良，我又忍了，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。你说，茫茫人海，这么多柔弱的女子，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？啊去！不能再忍了，不忍我怎么办？给他差评。对。我就给了他差评，痛快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。什么老爸老伴儿？不，二辈儿。哎呀，他要是你老伴儿，他叫啥名？姚明。哦，就他。这
我的妈呀！对，给，对呀，但是。